it's never the better than the summer of 2002. We were only 11, acting like grown-ups, like we are in the present, drinking from plastic cups, singing love is forever and ever. Well, I guess that was true. 在小屋的生活这段时间，大家瞬间可以成为顶级修罗场。我觉得是一起抢那卡片的男生的人。抢卡片？对啊。我这个吧，我要这个了。不好意思，大家先讨论一下这个地点。我选这个，我选这个。对。你们这个叫讨论吗？这叫抢劫吧？原来，不可以说你输了那天，为什么可以说、啊？我不知道是应该怎么介绍你。那你会怎么介绍我？就是这是我的男朋友 Kelvin， 但是苏苏又说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很油腻，对吗？他是这样说的吗？他说我们俩在一起就太黏了，就太腻歪了，然后他说我们很油。你是我的 葵花油不好吗？好，那你自己想吧，不要用我的啊。我要吃这个。不要吃，吃一口。我的光会掉，没关系，就吃一口。来还大，不想吃，吃一口。哎呀，真的很好吃，你也吃一口吧。那前面有纸，哦不对，我的衣服里有纸。嗯，这是我老家的米粉，啊，吃一口就吃一口就吃一口。热身一下，太冷了，摇起来热身一下。小伟跳一个那个，恰恰你还记得吗？我不记得。对，这是科目三。很尴尬。好，那我衣服脱了是吧？衣服不要穿。我的也要脱了是吗？你看辅助我，然后我这个鞋真的很大。你呢？啊，锁球解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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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？我的天啊！深呼吸，大家可以深呼吸。老师们好，你们好。苏苏剪头发了，是的，啊，真好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苏苏。我带着我的弟弟，还有我的侄子，还有哥嫂子，我们全家来到长春的冰雪新天地了。这是我的两个大侄儿，来转过来给大家拜个年。开始，给各位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、爷爷奶奶们拜个年。晚了。晚了。哈哈哈！咱还得磕一个呀。哈哈，行啊。来，起立。I can't get enough, baby. I can't get enough of you.
城堡太好看了，东北公主的城堡，这是龙腾盛世。哦，后面又有一个城堡。我们再看我们东北大舞台。
我们去喝早茶，带大家去看广州的美食。啊，太阳了，前面是我妈。到了吃早茶的地方了，你看里面都是大爷大妈，所以说应该是很正宗的早茶。春节带爸妈来探店吃早茶。你要点什么？我帮你点。大家先吃。还有好多东西要吃。没有吃完打包，大家记得要节约食物哦。Hello， 今天请朋友和他的小孩子来广州的 party， 在江边，来拍一下我儿女双全的朋友，太羡慕了。我比较喜欢六六，趁着 Henry 没听见。Henry， 我也喜欢，太相信了。来，新年快乐！完了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我问他，我说你要选好看的位子，一般的吃的，还是要选好吃的？我选的是肤浅的，选择肤浅的，就是这么肤浅。这个肤浅，这是高级豪华。这高级豪华。你太会说话了，恒瑞。那广州塔在旁边正明着呢。对呀、广州塔旁边。你想吃什么？那夏威夷吧。夏威夷。然后刚才说那个什么？酥炸拼盘是吧？酥炸拼盘，这是旁边的大哥推荐我们点的。还有什么推荐的？你要喝点东西吗？要喝。小朋友喝四季果茶，四季果茶可以吗？来两杯，两杯四季果茶，两杯四季果茶。OK。Henry， 你爸爸妈妈去哪里了？他们为什么把你两个扔给我了？没有人管你们两个了。他们两个去孤儿的世界。你有什么特别想对我说的话吗？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现在去吃晚饭啦 ！Cheers！ 听完我们的故事 ，C 姐有什么想说的？希望你们快一点喜结连理啊！上的，你要实现的愿望好多啊，好多人呢。他们说一颗硬币是代表你会再回到罗马，两颗硬币是代表你能够跟喜欢的人在一起，三颗硬币代表你讨厌的人会消失。我带了两颗硬币，我来许愿喽。很开心，刚刚许完愿就碰到求婚，真的很感动，好甜，好浪漫。哇，现在这个番茄就已经是皮
神。这个算金玉满堂了。嗯，也算很好看。哇哦 ！OK， 好丰盛哦。那就开动喽！祝我的姐妹们多金多福，万事如意。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开动啦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茵茵。先祝大家新年快乐。然后我现在要去哪儿呢？先买一个关子，大家就跟着我一起走吧。我觉得下雨天还蛮有烟雨江南的感觉。我是真的很喜欢这种徽派的建筑，就觉得很好看。上都挂着大家的心愿啊，这个是聚宝盆哈，大家看见都发财。嗨，大家新年好啊！现在是春节里面，好冷好冷，啊，我的皮肤都僵了，都好吗？啊，今天呢出门给我好朋友们送红字，亲手写的。好，来举脸。有没有收到我的福字？是的呢。开心吗？开心。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？并没有。那我白来了今天。没有，我内心还是充满着感激。那姐姐，你要祝我哪方面福气满满呢？祝你事业爱情双丰收。嗯，实惠。好。Like it。讲一些私底下想对我说的话。我只希望我的姐妹可以多金多财，然后收获很甜蜜的爱情。哇，是我想要的耶。这一位呢，请问、你要知道不管怎么样，在上海也有我在。哇，他家真的很热情，我跟你说，他把他开到30度，我在他家疯狂，就很热。来，不是我哥，他把我的词抢了，我的家也为你打开。哇，那我换个词，好的，来，他要换了。弟弟，赶紧来上海吧，我给你介绍个家。哇。真的，我就当时小屋回来以后有点戒断反应，我老觉得就是跟大家分开的太快，还刚适应上去就走了。你快点，你有机会来找我们玩吧。可以跟叔叔一起从杭州来上海很方便的。行，对，我看时间。聊吗？
话再见，这样一别也不知道要多久，希望可以再见到你们。会呀、啊，会有的。希望可以再见到，一定会再见到。可以的、啊、，OK， 我的家还靠你呢。交给我。我们现在开始爬龙脊舞，准备好。加油，宝贝！刚刚开始哦。爬到一半，突然发现 KM， 爬上都得遇到。Oh my god！ 你要带人家去哪里？这种就是前村不着后店的地方。上班了，看看大家都在干嘛。在拍摄，在拍摄。那最近这段时间线上和线下的业务都比较的集中，所以很多时候呢也需要自己亲力亲为去做很多事情。其实从小屋全脱产的环境回归到现实生活之后，又回到了以前那种比较紧凑的生活节奏里。但是呢，现在对我来说就不一样啦，因为我已经收获甜甜的恋爱了。虽然这段时间工作很忙，但是空下来的时候还是会好好的享受生活，享受爱情，希望你们也是。茵茵知道我们今天要去哪里吗？知道呀，你不是导航都发给我了。是的，我们今天去团建，带你去吸吸氧。好耶，就喜欢这样子的。
Keep it all acoustic.